好啦，最后入闸追风者，全部马不准备妥当。二场赛事三班千二大热系六。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啊，今日前面快嘅马咧，仲有呢只嘉应传奇又快嘅飞龙降临响佢出边啊。最初仲有两只无敌勇士啊，白衫啦，大外档嗰只咧就金鹰翱翔，亦都抢埋一份啦。内栏第五位黑衫咧就神州风范啦，中档第六位黄衫紫色眼罩咧就加州多宝啊。响出边有呢只有势力啊，再下一层啦，内栏咧跟住个大约咧就第八位咧橙色眼罩运来福星啦，出边咧就成你所愿啊。再有啲嘅马威力名区咧威闯啦，尾三咧响外边啊就系嗰只追风。暂时电流两匹马，精彩非凡，同埋一只咧就威威心得嚟噶。好啦，咁转弯入直路咁滞啦，无敌勇士仲系占先噶，金鹰翱翔第二位啊，第三位嘅马咧见到内栏咧就加应传奇啦，攞出去中档咧仲有飞龙降临啊，外边咧成理所愿一路望空上紧嚟啊，马林中间加州多宝揾紧位啦，咁啊外边追上嚟仲有只追风者啊，兜到嚟将有二百零米啦，前面透出嘅马咧仲系无敌勇士内栏，咁啊成理所愿中档上紧噶啦，外边位置仲有追风者追紧啦，再下一层嘅马。金鹰翱翔喺入边仲挨紧噶，最后百零米，成理所愿仲系占先啊！追风者喺外边追紧上嚟，埋边无敌勇士接近终点，成理所愿赢啊！跑第二名系追风者啊，第三名嘅无敌勇士啦，中间运来福星啦，同埋大外档嘅威威心得咧，需要影相啊！咁啊，结果呢场赛事呢只十三号成理所愿兜咗少少大弯都赢啊！追风者开头都三搭噶，但有遮挡追上嚟跑第二。至于第三名咧，埋边无敌勇士定系大外档嘅威威心得咧，相当接近。十三号成你所愿啊！陈嘉熙嘅大赛赢翻场啊，最后二十一倍嘅跑第二名要追风者咧判断，第三名咧就系六号嘅无敌勇士啊，史卓峰，第四名咧后上十号威威心得啊，苏迪雄啊，呢只难中啊，呢只第四后半后追咧，唔系摆前啊，中间游下游下，呢只难中啦，游咗上嚟喎吓。陈嘉熙拍住伟达啊，伟达女王杯啊，赢翻场啊。追風者都係個檔差，都係冇人話蝕得好緊要啊！但係咧，同樣蝕嘅喎，其實呢只咁啊，成你所願啦。係啊，遊又喺出邊。係啊，不過佢係輕磅得緊要啦，佢啊夠膽走咯，變咗啊！追風者就重磅啦，你又唔敢。好，睇下预计派彩啦，跑第一名咧就系十三号嘅成你所愿啊，独赢派212蚊啊，位置派44.5，跑第二名系二号嘅追风者，位置派17.5，跑第三名咧就系六号嘅无敌勇士，位置派15.5，连人位二搭十三，派289蚊，三重彩十三号、二号、六号顺序派3101蚊，单 T 咧就派283蚊，位置 Q 二搭十三派95蚊，六搭十三派83.5，二搭六派35蚊。跑第四名咧就系十号嘅威威心得啊！三拣一预计派彩啦，胜出系 A 三啊，其他冷门嘅派47蚊。咁啊，女王杯日啦，咁啊都咪跑女王杯啊，伟达啦，当年就伦敦新闻啦喺度。開始嘅即係有機會踏入香港馬圈嘅事業啊，就係、是、呢一日啦。佢嗰啲嘉應傳奇上次贏咁遠，今日啊個地可能快咗啲咧，係咪啊？我覺得係有少少個場地唔同咧，可以爭咁遠嘅。其實啲地啊，睇睇四連問預計派彩啦，二號、六號、十號、十三號啦，派6396蚊。
上次一塔加咗11分，可能都即系要消化下。睇睇四重彩预计派彩啦，13号、2号、6号、10号顺序啊，派168,178元啊。好，分下四重彩都。巡逻影片咧，其实头先几位提过加影传奇失准啦。其实上次跑第二嘅云来福星都系唔知道去咗边嘅。咁啊，大热门加州多宝又点咧？守住个好位嘅，咁但系咧，一阵睇下佢翻到嚟骑落去点啦吓。依家个中游位置前边啊，无敌勇士啦，临尾成为大热门啊，继续都放头嘅。咁啊，后边头马嗰只城里所愿喺边度咧？大概第八位到，佢都唔够快嘅。咁但系一路都走住个中外搭咁啦。潘顿啊，跟住佢嗰只追风者啊，都留得几顺嘅。咁啊，系呢几只马跑得好啲，包尾威威心得咧。追咗个第四喎，威威心得就拍住嗰只铲眼罩啦，云来福星可能先提一只啦，佢都有冲下，不过就冲唔到入嚟啦。云来福星好近噶，冲唔到入嚟，好近噶，紧紧噶咋，佢个足下，咁啊差啲咁多第四噶。成你所愿，哇一路哇好多碟喎，出到去啊，飞咗好外啊。睇下只加州大热门点啦，中间嗰只啊，紫眼罩红衫嗰只，好似呢度又冇乜位啦，旧马前面嗰只飞龙降临有吞嘅。呢只馬揾得埋埋邊，反而啊，佢而家都嗱喺呢度少少望空噶，但係完全唔勁嘅只馬。好似得個軍速男啫喎，你睇佢爆啊，係咯。我無敵勇士啊，轉彎初跑都 OK 啦。連嗰只金鷹翱翔都近啊，嗰只都近啊。好，咁啊，等下復榜啊，好，又啱啱復榜完畢啦。有啦，咁啊，派出作实啦，一齐睇睇啲作实派彩啦。位置 Q 二搭十三派95元，六搭十三派83.5元，二搭六派35元。组合独人3+1啦，胜出系 A 三啊，其他冷门嘅派47元。四連環啦，2號、6號、10號、13號派6,396元。四重彩啦，13號、2號、6號、10號順序派168,178元。跟住第一口孖宝派彩，头关一号美军13号咧就派1,060元，头关一号美军2号咧派安慰奖派40元嘅。分段时间头段23:42，第二段23:06，末段22:07，总时间1分09秒18。